骨質性的關節炎呢，主要呢就是說是原因是為什麼呢，是勞損而導致的。第一個主要是勞損，看看你哪個地方來到去整親，譬如說肌肉輕微地拉傷就會撕裂那種痛法，或者撞親或者什麼那些冤冤地的感覺這樣，所以少少痛啊，咁開始要小心咯，即係真係對症下藥，因人而異，睇下你。星期三下晝六點，不老八十。本節目係由安樂居特約贊助，安樂居擁抱安。